2002年，考古队员在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令人吃惊的是，六座墓葬中居然有两座是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它既有周代的这个礼制的这种影子，也有东夷地区啊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完全按照周代的礼制来进行这个埋葬。随着发掘深入，考古现场迷雾重重。一座甲字形大墓的墓主人为何却仅有一棺一椁？一座国君级别的大墓为何只有四顶随葬？考古队员在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通过试读，他们找到了疑似墓主人的名字，他来自一个史书上仅有寥寥几笔的小国。现在经过考古发掘，东江是他的最早的这个小诸国的都城所在。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上，存续着众多古国。春秋霸主齐国，礼仪典范鲁国，还有诸如四上十二诸侯的中小国家，他们互相攻伐，却又互相联姻。小诸国就是山东众多小国中的一个。东江古墓群的发现，将这个沉睡已久的小国逐渐唤醒，也让我们得以探寻一个时代的前尘往事。时间回到2002年6月3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响起。喂，你好，什么？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在枣庄市东江村东南的高土台南侧，有村民挖土时意外发现古墓葬，而且正在遭受盗掘。接到电话后，枣庄市文物部门立即派人前往东江村查看。现场的情况让到场的考古人员心痛不已。当时就是说我给这个文管办的博物馆这些工作人员一块到了现场去之后呢，就是大概的一个形状呢，是发现了一个残墓。这个残墓呢，因为当时就有老百姓围观了。经现场勘查，考古人员发现有三座古墓已经被盗掘一空。墓葬被完全暴露在地表之上，而另一座古墓也遭到严重破坏，现场一片狼藉，文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根据墓葬的形制和残留的破碎陶片，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处先秦时期的墓葬群。他们一边将情况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一边开始组织人手封锁现场，追讨文物。2002年6月5日，经上级文物部门同意后，枣庄市博物馆正式对东江古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自被盗扰的墓葬开始，考古队员判断，即使这些墓葬被盗，也有可能留下一些陪葬的器物，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线索或许就藏在这些器物中。但是在三座遭受严重盗掘的墓葬中，只有四号墓出土了130枚青铜剑足，其余随葬品已全部被盗走，
藏具也被破坏，可供参考的信息极少，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旁边的另外一座墓葬。这座被编号为 M1 的墓葬，现存墓框东西长、南北宽各约6米，刮开整个平面，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在墓葬的东侧还残存有一条长约7米的墓道，这居然是一座甲字形大墓。先秦时期是否拥有墓道，是判断墓主人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准。周代的墓志承袭自商代，目前发现的安阳殷墟商代大墓中，商王的墓葬一般是具有4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其中也有南北各有一条墓道的中字形墓葬，其他高等级贵族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虽然西周王陵至今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但是在时间相近的山西晋侯墓地中，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中有16座墓葬带有墓道，其中8座可以确定是晋侯墓，这8座墓葬均为单墓道，即甲字形墓葬。先秦时期啊，他这个周代的礼制是非常严格的，哎，就是诸侯的这个墓葬，还有天子的墓葬，还有下面士大夫的墓葬，都有严格的规定。哎，这个从商周以来吧，最高配的就是中字形墓葬。东夷我们的小柱国一号墓有墓道，墓道朝向东，就是我们考古学的考古界呢叫它是甲字形墓。难道东江古墓群的这座甲字形大墓的主人，也是当年某个诸侯国的国君？这个推测令在场的考古队员兴奋不已。不过由于 M1 号墓葬已经被严重盗扰，葬具也被破坏，他们无法获取更多有关墓葬主人的信息。就在考古队员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墓葬的西南部意外出土了一件青铜瓶和4件青铜立。这4件青铜立形制大体一致，通高11.5厘米，口径16厘米，短竖颈，前骨腹，矮蹄足，腹部与足相对处各有一飞棱，棱上有突出2牙，腹部以飞棱为界，是3组身躯相对的卷体魁纹。青铜立造型古朴大方，更为关键的是，考古队员在口沿唇上发现铸有16字铭文：诸有父应其子，作草保利，其眉寿永保用。这是一件典型的硬器。在清代学者龚自珍所著的《说宗仪》中记载：“古之硬器也，君公以驾子，以镇服百姓。”也就是说，硬器是当时专为嫁女而做的陪嫁礼器。经考证，青铜立上这16字铭文的大致意思是，朱有富为他的女儿作曹制作了这件青铜立。铭文末尾的“其眉寿永保用”是当时通用的吉祥用语，代表着一位父亲对远嫁他地女儿的祝福，祈求可以长寿，子子孙孙永远享用。现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曾对这段传世铭文进行试读，他认为铭文中提到的有父
很可能就是小朱国的始封国君。这一段内容记述的是，由于姨父言有功于周王室，所以他的次子有父另外得到了一块封地泥。姨父言是朱国的第七代国君，因此他的次子有父受封的泥成为朱国的附庸国。据专家考证，这个泥国就是小朱国。小朱国啊，虽然从大朱分出来的，但是他自己不可能自称小朱，而是后来史书上为了区别于大朱，而约定俗称呢，称呼他为小朱。其实呢，他这个从这个铭文上也能看出来，哎，他叫朱有富，他不而不是小朱有富，只能说明他是从朱国分封出来的一支。这个史书是记载为了区别大朱。东江古墓群 M 一号墓葬出土的朱有富立，是在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小朱国的器物。难道 M 一号墓的主人就是小朱国的始封国君朱有富吗？仔细研读这段铭文，考古队员有了新的疑问：小朱国与错国应属姻亲国，这件朱有富立是小朱国国君朱有富为其嫁为错国夫人的女儿做的陪嫁礼器。错国始封于周成王四年，公元前1039年，是周公姬旦第七子伯赤的封地，位于今天河南省延津县北座城。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批义女之气理应跟随座曹被送往座国，但它为何会出现在远隔数百里的母国小朱国呢？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衰落，诸侯争霸的年代到来，约300年间有超过100个诸侯国陆续被兼并灭国，座国也难逃此命运。大约在春秋早期，座国被北部的姬姓南燕国兼并。经测定，东江古墓群 M 一号墓的断代为春秋早期，座国被兼并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考古队员推测，这或许不是某种巧合。朱有富立作为印记出现在 M 一号墓，很可能与座国的重大变故有关。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有意思。朱有富立啊，他其实印记，所谓的印记呢，就是小朱国的女儿嫁到座国为他做的陪嫁。有的专家学者考证呢，有可能这个座国啊，他这个灭亡了之后，他的女儿呢又返回母国，把当时的印记啊又带了回来，所以才出现在这个一号参墓里面。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证据支撑，考古队员的推测暂时无法得到确认。不过根据 M 一号墓为春秋早期这一断代结论，考古队员排除了墓主人是小朱国始封国君朱有富的可能。因为据考古学家考证，朱有富大致被封于周平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68年，此时距离春秋早期尚有一段差距，所以考古队员推断，东江古墓群 M 一号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第二代小朱国国君或其夫人。仅在一座被研破坏都有如此多的发现，这让考古队员更加心痛另外三座被盗掘的墓葬。出于谨慎，考古队员对古墓群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在 M 一号墓的北侧，考古队员又发现两座墓葬，编号为 M 二、M 三。庆幸的是，两座墓葬都保存完好，未经盗掘。
M 二号墓为数学土坑墓，东西长5.85米，南北宽5.7米，有斜坡墓道，同样是一座甲字形大墓。考古队员推测，它应该也是一座国军级别的大墓。考古队员不断向下清理，最先露出地表的是墓葬的棺椁痕迹。但是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从现场残留的痕迹来看， M 二号墓只有一棺一椁。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周代棺椁制度相当严格，对于棺椁重塑的记载也较为清晰。据《庄子·杂篇·天下》中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尽管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种等级森严的棺椁制度并没有被完全执行，但是在晋国、国国等国君级别的墓葬中，大多也采用了一国两棺的三重棺椁制度。东江古墓群 M 二号墓只有一棺一椁，仅符合士再重的标准。难道这不是小诸国国君的墓葬？如果不是国君墓葬，那又为何会拥有国君级别才可以享用的墓道？很快，他们取得了重大收获，共发掘出62件随葬品，青铜器多达49件，其中不乏青铜鼎、青铜壶等各式礼器。当时我们发掘清理最后提取文物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激动，啊，这个一次性，这个发掘出土两座完整的春秋早期的贵族墓葬，而且呢，墓葬保存完整，这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出土了这么200多件这个文物，啊，其中呢，这个青铜器啊，有24件带有铭文的。经过初步清理 ，M 二号墓共随葬4件列鼎、4件青铜立、4件青铜斧、2件青铜壶，以及雷、盘、仪各1件。只有4件列鼎，这样的情况令考古队员感到不解。按照周代的列鼎制度，这座墓主人的身份高于士，低于大夫级别，为何会再次出现与诸侯国君身份等级不符的丧葬规格呢？此时，考古队员只能将目光转向青铜器上的铭文，希望可以从中找到更多有关墓葬主人的信息。这是出土于东江古墓群 M 二号墓的一个青铜壶，壶通高46.4厘米，口径14.9厘米，重达11.8千克。壶身长颈内收，骨腹下垂，在青铜壶的颈部两侧，附兽首衔环耳，并配有扁圆形垂环。兽面端严威武，方形卷耳象鼻，双目炯炯有神，虽历经千年，却气势犹存。青铜壶通体纹饰较为复杂，盖顶面是 S 型双手夔龙纹，桌首外是一周仰莲半纹，足部是一周垂莲半纹。匠人设计精巧之处，在于壶颈处是波带纹及横向 S 型纹，腹部是3周宽弦纹及2周波带纹，富有层次的纹饰，宛如壶内晃动的美酒。这是二号墓出土的诸君庆壶，
出土两件，当时密封非常好。后来呢，就是进行这个化验，青铜壶啊，它是酒器，它这个铭文啊说得很明白：朱君庆做秦人礼壶，其梅寿永保用。哎，礼呢就是一个美酒的意思，哎，就是把这个壶的功用给体现出来。考古队员在青铜壶的盖口处及器井内，发现了四行16字铭文：朱君庆做秦任礼壶，其万年梅寿永保用。铭文大意是，朱君庆为他的妻子秦任制作了这件青铜壶。除了这对朱君庆壶外，考古队员还在 M2 号墓葬中发现了四件泥磬立，立高15.5厘米，口径19.6厘米，竖井圆尖。古腹有三飞棱，腹饰卷体魁纹。立口眼唇上镌刻11字铭文：泥磬作秦任修立，其永保用。四件泥磬立形制纹饰与 M1 号墓出土朱友富立相似。不过仔细观察之后，考古队员还是发现了不同之处。大家看它的造型，哎，足部啊比较矮，有飞棱，三个足部有飞棱，哎，口缘呢是方唇，哎，这个造型呢极为精致。大家再看这个二号墓出土这个泥磬立，哎，大家看它这个足部啊高出一块，这个飞棱呢有3个齿，啊，整个的造型呢显然没有朱友富立有气势。根据已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立显示，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立的变化在于足部增高，颈部变短，从直径大于通高向直径小于通高的方向发展。从纹饰上看，腹部纹饰以固守龙纹为主，眼睛部分在西周时代多为扁圆形凸目，进入春秋后期则渐变为平面。泥磬立与朱友富立之间的差异符合青铜立这一器物形制的演变过程，所以考古队员判断这件泥磬立的制作年代要晚于朱友富立，这也为判断 M2 号墓主人的时代提供了实物资料。朱和泥为一国两名，朱君庆即泥庆，也就是说，东江村古墓群 M2 号墓葬出土的四件泥磬立和两件朱君庆壶的器主都是同一个人。 M2 号墓葬中共出土10件带铭文的青铜器，铭文较为繁杂，但其中大半铭文都与朱君庆、泥磬有关，所以考古队员推测M2 号墓葬的墓主人很可能是泥磬。由于泥磬立制作的年代要晚于朱友富立，而且 M1 号墓葬的主人与第二代小朱国国君有关，所以考古队员最后判断东江古墓群 M2 号墓的主人泥磬很可能就是小朱国的第三代国君。不断出现的铭文器让东江古墓群的真实面目越发清晰，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铭文中对小朱国国君的称谓有朱友富、朱君庆、泥庆等，均为称名且不涉及爵位，
这与以往的考古发现有所不同。这是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的井鼎，通高62厘米，重达41.5千克。井鼎顶部内壁铸有4行26字铭文，讲述了这尊鼎的来历。燕侯派名为景的大臣前往宗州，为父亲赵公太保贡献食物。后来景制作了这件鼎。青铜器铭文中涉及国君时，制作者大多会以其爵位相称。那么为何东江古墓群出土的小朱国青铜器铭文中会对国君直呼其名呢？因为这个小朱国在分封的时候呢，最早的3代国君啊，他还没有爵位，他这个只知道跟着齐桓公这个亲王的时候，周王室才给他一个子爵的封号，这应该到第4代国君倪林来的时候。所以呢，从这1号墓和2号墓这些铭文的解读能看出来，这个地方就是朱国的国君墓啊，小朱国的国君墓。据春秋西宫7年记载，夏小朱子来朝，说明最晚到鲁西宫7年，也就是公元前652年，小朱国的国君才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命，可以被称为小朱子。考古队员推测，当年小朱国国君虽实为一国之主，但未受王命册封，所以在青铜器铭文中只能被称名称君。在解决了称谓的疑问后，考古队员再次回看发掘现场，突然发现东江古墓群 M2 号墓的种种反差情况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小朱国国小势微，地处东夷之地，早期小朱国国君虽有国君之实，却无爵位。在国家初创时期，小朱国是朱国的附庸，所以小朱国的国君按照原氏级别下葬，只能使用一官一国，但墓葬形制却可以拥有墓道，以此来象征他的国君身份。这个东夷，我们这个小朱国这个墓葬呢，它既有周代的这个礼制的这种影子，也有东夷地区啊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完全按照周代的礼制来进行这个埋葬，它就出土了4件鼎，按照它的这种礼制呢，这个鼎啊，它应该是3个鼎，是奇数，它不应该是偶数，这是也是我们东夷人的特色。在解决了 M2 号墓主人身份之谜后，与他同步发掘的 M3 号墓也有了重大进展。 M3 号墓葬位于东排墓北段，规模略小于 M2 号墓，没有墓道，墓中同样有一棺一椁，器物箱内放置34件随葬品，共有青铜器19件，其中有3件列鼎。无论是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器物， M3 号墓主人的身份都略低于 M2 号墓。同时考古队员还在 M3 号墓中发现了2件青铜历，其形制和铭文与 M3 号墓中出土的倪庆历如出一辙。M3 号墓与 M2 号墓紧紧相依，因此考古队员推测 M3 号墓主人
应该与 M 二号墓主人倪庆有密切关系。这个三号墓啊，出土了这个一些女性的用品，比方说青铜方链、提链罐等等吧，是一个女性墓葬。二号墓啊，是朱庆给这个三号墓，它是夫妻义穴合葬墓。哎，所谓的义穴就是两个墓穴。哎，这个大家知道，先秦时期，这个墓葬它不封不竖，没有封土也没有碑，哎，它就是土坑竖穴墓。发掘至此，考古队员终于确认，东江古墓群就是春秋时期小诸国的贵族墓地。虽然这处遗址遭到了取土破坏和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带有铭文的青铜礼器达24件，极大地弥补了春秋时期小诸国历史记载的空白。根据这处遗址出土的6座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器物，考古队员推断，其中3座是小诸国早期国君的墓葬。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来到枣庄市博物馆，下面呢，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小诸国的青铜器，好不好？好了，站好了。我们下面看到的就是千腹瓶，千腹瓶呢盖器合体成一个竖立的鸟卵形，你们看一下像不像一个竖立的鸟卵形？像。这件千腹瓶出土于东江古墓群的1号残墓，高26.5厘米，口径14.2厘米，重2.7千克，盖器均为双贯耳，可以穿戴。盖器合成一体为竖立的鸟卵形，盖顶铸有一圆饼形立钮，可转动。盖器对铭，铭文共有21字：“灵父君千腹坐其金瓶，梅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此器自名为瓶，且造型奇特，颇为少见。这整个的器型造型啊非常漂亮，是鸟卵形，而且呢这个上边这个有个旋转的饼形钮，而且还是活动的，能转动那么几度，说明当时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啊非常的先进，用登峰造极也不为过。这件青铜瓶呢，目前所见也就是仅此一件。除了千腹瓶外，东江小诸国墓地共出土20余件铭文器，涉及诸多国族、姓氏、官职及婚姻制度。这件昆君富贵陵铜壶出自 M3号墓葬，该壶造型与东江古墓群出土的其他铜壶区别较大，壶通高45.3厘米，口径17.7厘米。重14千克，无盖，圆唇，长颈内收，骨腹下垂，颈部两侧各有一个兽首环耳，环耳套有铜环，器身纹饰较为复杂，颈部是垂顶纹，腹部上下是瓦楞纹，中间加接连缠纹，圈足是铃纹。器身内壁铸有铭文，共3行18字：“昆君富贵陵作旅车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铭文中的“昆”是国族名，即昆吾国。据文献记载，昆吾国原在今天的河南省一带，商代时灭国。昆吾移民迁往山西省一带，与鬼方的族群杂居生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器主愧灵为鬼方氏后裔，有学者认为他是昆国国君的夫人，也有专家认为他是昆国的女王。
无论器主是何身份，这件昆曲富贵灵铜壶可以随葬进入小诸国贵族墓地，足以说明两国之间关系友好。小诸国呢，应该是在这个战国的末期吧，哎，这个被楚国，因为四上十二诸侯，最后都是被楚国北上所灭亡。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我们陇南地区大部分都属于是楚地，也就是公元前250年前后，这一地区啊尽归楚地。小诸国呢，也大约是在那个时间节点被楚国所灭亡，存世呢大概有500多年。2019年9月25日，应枣庄市博物馆的邀请，一支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多名国内知名文物鉴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开始对博物馆部分馆藏青铜器进行专业鉴定。2000多年前，于夹缝中生存的小诸国也曾歌舞升平。大家来到文山州博物馆，今天我们将参观到钟汉幽情勾丁探秘的展览。这个展览为我们展出了从春秋到清代200余件文物。2021年10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钟汉幽情勾丁探秘”的展览。此次展览共展出上100件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座神秘而古老的国度。在展厅的中心位置，一面铜鼓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是阿章铜鼓。阿章铜鼓属于石寨山形鼓，而这一面阿章铜鼓也是石寨山形铜鼓当中最精致的一面铜鼓。阿章铜鼓通体呈墨绿色，温润光滑，鼓高46厘米，面径68.5厘米，鼓胸部饰有4条净渡船，船形简单，两头高翘，船内乘有8人，形态不一，各有分工。鼓腰部绘有舞蹈的羽人，头顶高帽，舞动双臂。鼓身顶部绘有太阳纹饰。在现今出土的铜鼓中，阿章铜鼓是其中纹饰图案最精美、铸造工艺最精湛的一面，被誉为云南铜鼓之冠。阿章铜鼓的发现在现在的很多资料里面记载的是上个世纪1919年，但据我们后来的发现是1938年，广南县木一村一个爪德人的老人，他到他的地里啊去劳作的时候，发现一块土坎垮塌了，沿着这一块坍塌的地方挖了下去，啊，一面铜鼓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阿章鼓，重见天日。在古代文献中，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所处的西南地区，大多被描写为交通闭塞的西南一地。谁都不曾想到，这里竟会出土做工如此精良的铜鼓。这是否意味着2000多年前的文山地区，曾经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部族？铜鼓上绘着的是一群什么人呢？这里到底是西南一地，还是曾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文明古国？杨帆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已经在中国西南地区组织并参与了几十次考古发掘工作。他所在的地方名叫白龙坡，他曾带领考古团队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古代墓葬，从而发现了解开阿章古之谜的重要线索。2007年9月，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雨水连日不断。在雨水的冲刷下，母仪村西面的白龙坡顶部塌陷，一座古老的墓穴就此露出地表。收到消息后，云南省考古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清理发掘出了一座古代墓葬。身为此次考古领队的杨帆，对那次抢救性考古发掘记忆犹新。我们到达现场，就发现现场呢比较凌乱，然后呢锅的有两块顶板呢已经断裂下陷，并且呢墓坑已经被人进去过。这是一座典型的木椁墓，最外层为椁室，里面放置随葬品和棺材。这种形制的墓葬在中国其他地区并不少见。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墓都是这样的椁室墓。头香是椁室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海昏侯墓葬的头香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器物。母仪村白龙坡这座汉墓的头香中又会隐藏着什么珍宝呢？我们当时把表土一揭开以后啊，中间这一段呢，因为长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已经塌陷了，塌断了。后面把这个拿走以后，哎，看到头香，我们大家也很惊喜，就想可能里面有大把的东西。但是我慢慢的把那一些清扫以后，一看到边上有一个30公分的一个口子，心里又凉了。后面就用电筒从那个口子往里面一照，完了，什么都没有。虽然许多珍宝都已杳无踪影，但仍然出土了一些对了解墓葬信息十分有帮助的器物。根据其中几枚汉代特有的五铢钱，杨帆判断这里是一处汉代墓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随后出土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件精美的漆器。这些漆器制作精巧，纹饰别致，色彩艳丽。杨帆注意到，它们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十分相似。2011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海昏侯汉墓进行考古发掘，从中发掘清理出大量文物，其中便有几件造型精巧、华美多彩的漆器。
通过仔细观察，杨帆发现母仪村白龙坡出土的漆器漆木盘的造型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十分相似。这处墓葬在土坑中筑椁室，椁室内安放棺木以及陪葬品，采用的是自周朝延续到汉代的木椁木，明显属于中原地区的葬式。相似的随葬品，几乎一致的葬式，那么墓葬的主人会不会是汉朝派至此地的官员呢？很快一个细节推翻了这种猜想。考古队员在对漆器进行初步清洗中发现，虽然许多漆器都已破损，但在漆器残片的底部无一例外都发现了类似文字的痕迹。最终他们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漆木耳杯底部找到了书写清晰的文字。从字迹上观察，这些文字的书写风格基本一致，其中的王字较为清晰。在墓葬里面出土了一件漆木耳杯，这件漆木耳杯的主体呢有两个字，一个是王，那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从墓葬的规格等级，我们就猜想这一个墓葬是否就是勾丁王陈的墓葬。在汉代，漆器是非常珍贵的日用器物。西汉时期《盐铁论》记载，一文杯得铜杯石，一杯圈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由此可见漆器造价之昂贵。因此当时的贵族和官僚们往往会将自己的姓氏或官爵写在漆器上，以此表明自己是漆器的所有者。在他们下葬时也会选用精美的漆器作为随葬品，用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例如马王堆汉墓的女性墓主人是西汉代侯的夫人，所以许多漆器上都有代侯家的字样。这令考古队员更加好奇，漆器底部的文字有什么含义？其中会有墓主人的姓氏吗？在汉代，古人对统治者的名字有所避讳，在书写过程中会故意少写一笔或两笔。由此，专家们认为王之后的字很可能也为了避讳而故意少写了笔画。沿着这个思路推测，这个稍显模糊的字非常像继承的承字。那么王承会是墓主人的名字吗？他又是什么人呢？漆器底部的文字，精致的随葬品，厚重棺椁构成的大型墓室，这些零星的线索令考古队员感到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他很有可能是一位贵族或地方头领。为了解开墓主人身份的谜团，杨帆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历史，试图揭开墓葬背后隐藏的讯息。最终他在古代文献中找到了蛛丝马迹。汉代史籍《汉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勾丁为臧科南境，与交趾、玉林两郡相接，其中勾丁这个地名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汉武帝统治时期，在西南一隅设置了前围郡、越西郡、益州郡
和臧科郡，在广西的西南部设置了玉林郡，在臧科郡和玉林郡以南设置了交趾郡。按《汉书》中的提示，学者们找到了勾丁国的具体方位，它在臧科郡的南部，与当时的玉林郡和交趾郡接壤。滇国和夜郎国是它的近邻，所在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滇东南和桂西地区，今天的广南县就在它的腹地。由此可以确定母仪村白龙坡墓葬所在的位置与当时勾丁国的势力范围十分吻合。确定了墓主人所属的王国，考古队员要破解的下一个谜题是，他在王国中曾经有怎样的身份？考古研究员杨帆查阅了大量关于勾丁国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勾丁是现代人的一种读法，那么勾丁古音呢应该读若曲挺，曲挺呢文献记载是源于蒲，蒲呢古时候又称白蒲，在这个墓的漆木耳杯和漆木盘中呢经常出现两个字，是王城。在查找文献的时候呢，就发现曲挺王的有一代王呢就称为城。汉书中记载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勾丁王以为侯，王韩怨恨，臧科大尹周清诈杀韩，韩帝成攻杀清，周郡击之不能服，而韩死后其弟成应继王位。公元八年的时候王莽篡位，他就把勾丁的王啊贬为侯，当时的啊臧科太守设下计谋，灌到那个啊大尹的啊府里面，设计杀了。杀了以后呢，韩的弟弟陈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先是为王继承了王位啊，还是王位啊。然后呢，带着整个的啊族人呢，又攻杀啊大尹周清。随后，陈与王莽的斗争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后才得以平复。由此可以确定，在历史上确实有成这个人，而且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勾丁王。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不是史书中记载的为兄报仇的王成？这里又发生过怎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墓葬中还有许多疑团等待着专家们去破解。为了破解四年前的谜团，2011年的春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杨帆再次来到母仪村，带领考古团队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他希望通过这次考古发掘获取解开勾丁古国神秘面纱的线索。这一次杨帆将发掘的目标锁定在了几处带有人工痕迹的封土堆上，他推断这里应该存在一个大型墓葬群。土台上开条探沟，然后呢这边呢到时候拿那个洛阳铲打一下。发掘按计划顺利进行，在清理了地面表层的土壤后，每一个发掘点都发现了墓穴。通过清理这个 M3 M4 M5 这几座墓，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几座墓的规模规格和我们最初调勘时候所初判的是完全一样的。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不断发现类似棺椁腐朽后残留的朽木和漆皮。
发掘的第三天，在清理深度达120厘米时，让考古队员振奋的画面出现了。造型精美、样式丰富的青铜器、铁器、陶器、玉石、料珠相继出土，这让考古队员们意识到，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很可能会有重大发现。很快，考古队员在墓室西北部发掘出了一件生活用具——博山炉盖。器物表面有严重的腐蚀痕迹，但不难看出器物整体为镂空设计，纹饰华美，工艺精细。从器型上来说呢，他们还是在铸造，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一些用具，比如说铜鼓，他们就把这个一些迁徙的、战争的、祭祀的各种场面呢，就反映到铜鼓的纹饰上，比如说进度纹，或者是这个羽人在跳舞的等等场景，还包括捕鱼的各种场景。发掘的第四天，考古队员在墓葬中发现了金属器物，他们根据经验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大型器物。最终，一面大型铜鼓破土而出，经测量，这面铜鼓直径达86厘米，纹饰精美，造型庄重，鼓身绘有竞渡船、舞蹈的羽人及太阳纹等不同纹饰。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还留意到一条重要线索，这处墓葬与阿章铜鼓的出土地直线距离仅为1.5千米。根据这面铜鼓的纹样、形制，领队杨帆判断，它与阿章铜鼓很可能是同一时期铸造的器物。由于出土的铜鼓与勾丁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杨帆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座勾丁国贵族墓葬与2007年发现的母仪村白龙坡遗址，会不会属于同一处墓葬群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呢？10天后，先期发掘的墓葬已经全部露出。考古队员发现，已经清理出来的墓穴，大多是一些他们从没见过的浅埋式墓葬。根据我们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这墓葬形制呢，很有特点，平地起见，有2层台，然后呢，在上面呢，一层泥，一层石头。那这种形式呢，然后我们在清理的完的过程呢，又发现四周呢有那个很排列很规矩的柱洞。那我们初步判断呢，它当时呢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呢，建的有建筑，将这个墓坑，将这个墓盖住。古人追求视死如是生，为了让墓主人尸骨长存，并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中享受随葬品，古人大多将墓葬深埋在地下。深度达20米的马王堆汉墓便体现了这一观念。但是，为何母仪村的这座勾丁国贵族墓葬采用了汉代中原地区的葬式，却并没有将墓主人的尸骸与随葬品深埋地下？这种浅坑式的墓葬形式在当时有什么特殊含义？其中还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秘密？随着发掘工作进一步开展，考古队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墓室的南边和北边都出现了墓道，而墓道
则是中原地区汉式墓葬的一大特点。这处勾丁国墓葬为何会使用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墓葬形式？它与2007年白龙坡遗址出土的大型墓葬之间有何联系？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生前经历过怎样的传奇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考古队员继续在现场进行发掘。《华阳国志》中记载，勾丁其志自蒲，王姓吴，其意为勾丁国是蒲人所建立的，他的首领姓吴。据史料记载，蒲人源自上古时期居住在长江中游的百蒲部落。公元前11世纪，在周武王讨伐商朝的决战中，百蒲部落曾经参战，并协助周武王取得胜利。周朝建立后，对立有战功的百蒲部落多有封赐。几个世纪以后，楚国在长江流域扩张，迫使百蒲部落离开家园，迁至西南地区建立勾丁国，并将中原地区和楚国的许多文化礼制带到了这里。这也解释了为何这处勾丁国墓葬会采用与中原地区类似的葬式。但是，为何武夷村墓葬同时使用了中原地区并不常见的浅埋方式呢？该墓葬的结构呢，事实上体现了三种文化因素的影响。第一呢是周礼，周礼呢强制上，那么该墓的棺椁四周呢挂满了这个小铜铃等等这些器物呢，是周礼强制煞的做法。第二呢，惯用高泥是稻作民族本民族的一种做法。另外呢，该墓还出现了墓道，而这个墓道呢是已经是汉式墓葬的一种特点。据此，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或许可以解释武夷村墓葬采用浅坑式掩埋的原因。在墓葬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无一例外从几座墓葬底部都挖出了许多坚硬的石块。考古队员推测，由于地下石块较多，导致当时的勾丁古人无法将墓葬深挖，所以他们只能在岩石上面挖出较浅的土坑来作为墓葬坑使用。由于地貌原因，勾丁人无法将墓葬深埋，便挖出浅坑将整个墓室搭建起来，同时将他们与中原和楚国的文化渊源掩埋在了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器物在实验室被清理分类，这时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每件器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是一件人面鱼形似鸟纹青铜当炉。当炉是一种马具，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盛行于汉代。古人常将它系在马额中央，充当装饰品。这件当炉外形似鱼，尾部朝上，下方渐收成圆形，器身正面是有人面纹，眼球凸起呈圆锥状，鼻翼呈三角形，嘴部微张露出牙齿，尖颌上翘，神态狰狞。人面纹下方为四只连体飞翔的鹿鸟，还会有勾连云纹填底。当炉的背面铸有三角形绳扣，用于穿戴附扎。
彩绘铜护瓶属于酒器，它表面修漆，瓶体呈葫芦状，上部有一圆孔，腰部设有环形双耳，镂空圈足，瓶身上部会有彩色的勾连纹，中部会有黑红相间的三角纹，腹部会有几种不同的几何纹样，并有各色宝石镶嵌其上。它既保留了中原器物的造型特色、镶嵌装饰风格，也加入了仆人常用的几何纹饰，风格独特。这些出土的器物以青铜器居多，庄重华贵，纹饰精美。一些更为贵重的器物还在表面用鎏金工艺加以装饰。那高定国的这些青铜文化呢，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有非常浓厚的那个民族文化特点。在它的器物的图案里面，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清晰。比如说在阿章古的古身上面，世祖传闻木一村四号墓葬出土的铜鼓上面的六祖传闻等等这些图案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发掘的第30天，发掘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当天下午，考古队员正在对墓葬底部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块闪着金光的器物，这令在场的考古队员喜出望外。我们当时在清理窑坑的时候用了那个竹筷子轻轻地在拨动了窑坑里面的泥土，这个窑坑里的泥土后呢，就拨到了一个泛了黄光的金光闪闪的一个东西，发现它有手巴掌这么大的一块。纹饰呢也逐步清晰起来，上面是可以初步判断它上面是一条龙，然后呢在龙的身下呢又有一个老虎。那这种东西呢在云南省呢也不多见。这是一块纯金的腰扣，它的上方刻有龙的图案，下方为一只虎的造型。它同样采用了镶嵌工艺，但在出土时，它的表面仅剩一颗嵌在动物眼部位置的绿色宝石。此时，杨帆马上想到，多年前滇王墓中曾经出土过一块与此类似的金腰扣。经过对比，杨帆发现，两块腰扣图案相同，都是上龙下虎，形制也极其相似。这使他产生疑惑，为何高丁国的墓葬中会出土与滇王墓中相同的器物？这一块腰扣是否与滇王有关呢？在国内发现的金腰扣有5枚整个西南地区云南有2枚，其中1枚是在杨浦头发现的，另一枚就是在文山。那汉朝的时候，他分封地方诸侯王、藩王，他是实行等级制度的。对于一些藩王、诸侯王，他赐予的信物和权力的标记，一般是用金子铸造的。在这些金子铸造的图案上面，它要反映皇权，这就是龙的体现。你把地方的政权纳入到这个皇权的管辖之下。这意味着，如果这块金腰扣确实是中央王朝赠予勾丁国的信物，那么它的所有者很可能是某一任的勾丁王。经过1个多月的勘探发掘，此次广南县母仪村田野考古工作基本结束。
虽然考古队员没有找到白龙坡遗址的墓主人就是王成的直接证据，但却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他们对于了解高丁国历史和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件出土于墓室东部的铜孔雀壶，经清理修复后变得庄重而华美，壶身形似一只展翅的孔雀，振翅欲翔，在两翅及尾上刻有羽纹，壶口位于孔雀背部，镂空圈足，整体造型十分典雅。铜鸠杖头外形精美，别具一格，杖头的顶端形似枭鸟，下端为圆筒状，它原是古代手杖扶手处的一段，与杖对，杖身组成完整的手杖。杖头上端的立体枭鸟形态优雅，灵动有趣，枭鸟的头部有羽冠，呈镂空菱形，颈部顺直，尾部向上卷曲，双腿直立，鸠爪微弯，似抓握状，制作工艺相当精湛。这是一件出土于墓室东南角的羊角编钟，编钟是古代中原地区王室贵族的礼乐重器，这件编钟却颇为不同，它的顶部是有一对羊角状的上耳，活泼可爱，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区风格。这个曲木耳杯呢，它的工艺它不是一个展厅内，参观者们用探寻的目光凝视着这些来自千年前的器物，他们用不同姿态述说着当时的故事。仔细聆听，展箱内似乎传来一曲古老而悠远的鼓声，它悄然飘来，在耳畔萦绕。在这些出土器物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隐藏的历史信息：汉代时期，高丁国所处的滇东南桂西这片区域，并不是交通闭塞的西南一地，而是与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交流和联系。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的西端，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建成历史已有1600多年，文脉源远流长，生态环境优美。孟姜村位于衢州市衢江区，这里丘陵起伏，绿树成荫，被衢江、妙源溪、邵源溪三水环绕。孟姜村往北大约2000米的地方，就是考古队员发掘的第一座土墩大墓所在的唐陵邵村。
2017年9月的一天，唐宁少村的七旬老人邵老咪像往常一样，来到村后的庙山间锻炼身体。当他到达山顶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几个深坑，深坑周围还有木炭、石块和瓷片的残留。由于从小就听老一辈的人说，村子周围的山上有古墓，邵老咪立刻产生了一个疑问：这几个深坑会是盗洞吗？想到这里，邵老咪马上拿起电话向公安部门报了案。经过实地调查，人们在山顶发现了多个盗洞，并发现有木炭、印纹硬陶片、原始瓷片等遗存。由此，文物部门确认庙山间的这座土墩墓已经被盗。为了古墓和文物的安全，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保部门开始对庙山间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发掘前的勘探过程中，考古队员再次对大墓被盗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庙山间土墩墓残高3.4米，底径25至30米，墓坑长14.3米，宽6.2米，深0.3米左右。南北东三面坑壁由鹅卵石垒成，坑壁外侧坡面用鹅卵石铺砌，墓底平铺鹅卵石，墓坑西端有墓道，长8米，宽3米，墓向朝西。考古队员通过零星出土的印纹陶片和原始瓷片，结合碳14同位素测年法进行分析，初步判断庙山间土墩墓年代为西周早期。我们清理的时候过程之中也在那里面发现了人字形的墓椁，人字形的墓椁上面也有铺炭的行为，然后底下是铺卵石的。在发掘过程中，令考古队员失望的是，除了出土一些印纹陶片和原始瓷，没有其他重要的收获。但是通过墓室结构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大墓的墓室为两面坡的人字形墓结构。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综合分析，这种独特的墓葬结构应该是越人的最高等级葬制。3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庙山间土墩墓的考古发掘还是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就在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在墓室的东南角鹅卵石床上，一片凹陷下去的区域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用手铲轻轻清理之后，青铜器映入了人们的眼帘。这个发现让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大量的玉珏以及其他随葬物品陆续暴露出来。此时此刻，庙山间的山顶上回荡着收获的喜悦。2018年11月25日深夜，装有珍贵文物的木箱装车出发，从浙江省徐州市开往北京。他们被运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3000多年前的珍贵文物，人们都充满了期待。之后我们把那批青铜器就是送到了北京社科院考古所里面进行实验室清理，然后社科院的老师把它都整体清理出来，然后跟我们说了最终的结果，就是青铜车马器，并且是很多套，他们也把那个青铜车马器进行了一定的复原。经过实验室清理之后，考古工作者共发现青铜器、玉石器等文物808件，青铜器、
包括剑、戈、足等兵器和铜镖等工具，以及龙首形钩、铜炮等构件。玉器以玉珏为主，还有璧、珠、珏形挂饰。在浙江西部地区，不仅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土墩墓，而且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文物遗存。尤其是造型精美、纹饰独特的青铜车马器，属于浙江地区的首次发现。这些成果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根据大墓中出土的多件璧、珠、珏形挂饰，以及青铜佩剑、戈、足等兵器，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座土墩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西周初期一位拥有军事经验的男性高等级贵族。但是，这位墓主人到底来自哪里？他的具体身份又是什么？答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这一批青铜车马器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很困惑的，为什么会在浙江西部地区这么一座土墩墓里面就突然出来了这么一批青铜车马器，而且青铜车马器上的纹饰特别的繁密，而且很精美。这批东西我们如果看它的器型的话，我们可能感觉这种就是它的马镖、马衔啊这样的，从器型上来看可能更接近于商末西周初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它上面的纹饰就是特别的繁密，可能在北方，按北方的那种传统的青铜器文化序列来看，那样的纹饰出现可能就要到春秋时期，所以这批青铜车马器，整个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独特。毋庸置疑，庙山间土墩墓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土墩墓。那么，这样一座大墓为什么会孤零零地出现在浙西的丘陵地区？大量青铜车马器随葬品是由当地制造，还是远道而来的外来品？这批青铜器，它是不是本地的？还是仅仅是跟外部有交流，是一些礼物啊，或者是一些赠与方面的这些，当然也有可能是这样赠与方面，并不是本地产出的，所以这当然要需要我们后续，如果在曲江地区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有青铜车马器随葬的这种墓葬，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本地收造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外来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有专家认为，这些造型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及陶瓷品极有可能是本地制造的。如此看来，当时浙江地区的青铜冶炼、陶瓷制作和琢玉技术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社会发展也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并不是当时中原人眼中的荒蛮之地。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在对庙山间土墩墓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利用空余时间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走访调查。无意间，一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金华地区文管会考古成果的简报给考古队员带来了宝贵的线索。1983年，当时的金华地区文管会曾配合基本建设的需要，对衢州市衢江区孟江村范围内的多处土墩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衢州市文管会抢救性发掘了位于程家山村的一座西周墓葬，出土陶瓷器、青铜器等60余件。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过后，考古人员发现，在庙山间以南2000米范围内，沿着庙山间山脊和衢江沿岸，实际上分布着一个西周时期的土墩墓群。考古队员对衢江边的几座土墩墓进行复查，也发现被盗情况堪忧。
保护地下文化遗产刻不容缓。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一边加强对现场的保护，一边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对孟姜村的几座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申请。2019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保部门，对衢州市衢江区孟姜村土墩墓群正式开始抢救性发掘。为了便于记录和记忆，考古队按简单的数字给这几个土墩墓命名。位于衢江区滨江公路北侧的和尚山为孟姜村一号墩，在公路南侧的为孟姜村二号墩，在衢江北岸岗地较中心位置，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老坳为孟姜村三号墩。三号墩往东便是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西山土墩墓，也就是大墩顶。时过境迁，古墩墓的样子早已不复存在。孟姜村一号墩大墓的外围虽然曾经遭受过农业活动的扰动，整体保存状况还算是基本完好，从外观上看仍然可以看出土墩的形状。土墩东西残长约30米，南北残宽约19米，高约4.5米，墩体大致呈椭圆形。与一号墩不同，二号墩大墓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差，仅南部与东部保存稍好。现存土墩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残长约20米，南北残宽约16米，高度约2.5米。因为遭受过破坏，孟姜村二号墩墓葬中的文物已经暴露。通过这个现象，考古队员直接确定了大墓的相对深度。由于棺床的上方都是之前施工回填的渣土，考古队员判断1个月时间左右就可以清理完毕。随着清理的持续，一个意外的收获出现了。考古队员在石棺床的位置上发现了一批残留下来的随葬品。孟姜二号墩虽然被严重的破坏了，并且在历史时期也经历了多次的盗扰，但是我们在这个石棺床平面上还是发现了比较丰富的，而且种类很多的这样的随葬品。比如说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发现了一组原始瓷器，然后它有原始瓷罐、原始瓷钵，还有原始瓷杖。那个原始瓷钵和杖的组合非常的奇妙，那它的杖是中间断开的，一半在钵里面，一半在钵外面，那可能是配套使用的。并且在这组原始瓷器旁边还有石器，还有一些小玉珠，还有青铜的箭头，还有30余枚陶丸集中堆放在一起。这种陶丸猜想可能是当时作为玩具或者一些其他的用途。随着2019年年底的临近，紧张忙碌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虽然孟姜村二号墩大墓破损严重，但是考古队员还是在这里取得了丰厚的收获。在孟姜村二号墩大墓的发掘清理即将结束的同时，考古队对300米外的一号墩也开始了发掘工作。虽然墩体四周因为种植果树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整个墩体的保存状况还是很好。考古队员首先对一号墩进行了清表工作，拍照之后开始布设探方。为了避开盗洞，考古队员在探方内设置了1.2米宽的十字隔梁。往下清理了1米多的深度之后，队员们基本摸清了盗洞的情况，对墓葬的封土状况也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然后一号墩因为它土墩保存的状况还可以，虽然上面盗洞很多，然后一号墩我们当时想的是把石头隔梁布好之后，发掘到一定的层位之后就可以，就是2019年的任务就可以结束了。2020年初，
考古队回到了告别几个月的孟姜村工地，开始了发掘清理工作。时间紧迫，人手紧缺，又要几个吨同时进行，这一切对于考古队来说是一场不小的考验。为了提高效率，执行领队张森和队员许新明两人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进行明确分工。在当地文保单位的协助下，由许新明带队对孟姜村三号墩大墓进行表面清理工作，张森负责孟姜村一号墩大墓的发掘。孟姜村三号墩位于渠江北岸，大墓修筑在一座独立圆形山体的顶部，海拔高度约87.1米，土墩气势宏大，整体呈馒头形状。考古队员发现，三号墩大墓不仅存在一个大扰坑，表面还分布着20几个盗洞，一号墩大墓的盗洞则更多，一共有38个。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盗洞，考古队员的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这两座土墩大墓究竟还留存有多少文物和遗迹呢？很快，孟姜村三号墩的清表工作顺利结束。表土清理后，考古队员在土墩的东南象限发现了南北向的黑色烧土壁遗迹。黑色烧土连接大块红烧土，在东南角拐角处最为明显。同时，土墩中的扰土也以红烧土为主。根据这个现象，考古队员判断墓坑的填土为红烧土。他们在平面上找出了红烧土范围。大墓的中部被扰坑严重破坏，同时通过盗洞剖面观察，烧土堆积较直较厚，疑似遭遇过大火炙烤。三号土墩大墓填土的复杂情况，不仅难住了年轻的执行领队张森，也难住了有着十几年田野考古经验的许新明。这两座土墩墓的盗洞数量众多，在发掘清理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既要考虑怎么区分出这些盗洞，又要对盗洞内留存迹象进行揭露，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也使得原本很忙碌的田野工作变得更加辛苦。根据孟姜村一号墩上的盗洞以及暴露出来的木炭痕迹，张森很快就判断出一号墩大墓使用的也是人字形墓椁。我们在清理这个盗洞的时候，我们就在很多的盗洞上都看到了那个斜向堆积的炭层，斜向堆积的炭层，然后其中有两个盗洞就比较距离比较近，它的炭层还能大概能连成一条斜边，就是类似于人字形椁的那么一个斜向的边，所以就结合苗山县土墩墓的发掘，所以我们就判断，那么一号墩应该也是使用人字形墓椁的。经过分析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孟姜村一号土墩墓里的人字形墓椁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同类遗存，比应山越王陵还要早几百年。单从这一点判断，孟姜村土墩墓群的等级应该不低。那么，在人字形墓椁之下，还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此时，考古队员正在清理的是孟姜村三号墩的扰坑区域，人们陆续发现了鹅卵石棺床面，以及在基岩上垫土、垫大块鹅卵石的遗迹现象。结合南部的两个盗洞剖面、红烧土与外围黄土的分界，考古队员判断，出现红烧土的区域就是主墓墓室的范围。2020年4月中旬，考古队对三号坑扰坑填土进行过筛时，发现了十几个小玉珏。玉珏作为一种耳饰，在墓葬中通常出现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综合这些发现，考古队员推断，
三号墩这个扰坑的范围，应该就是当年墓葬主棺所在的位置。它的存在，说明三号墩被盗状况十分严重。清理工作持续到墓地附近，一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收获。那时候就是说，哎呀，人心里面也就是感觉这个墓虽然大，啥的总是盗的，可能就是洗劫一空了。也吃过这东西，人都感觉已经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了。就在考古队感到沮丧之际，孟姜村三号墩传出了喜讯。在扰坑的东端，靠近墓壁的位置，考古队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结构遗存，长度与墓坑相当，约为7.8米，宽1.5米。西侧边缘南北向摆放大块鹅卵石作为隔断，清理之后，成组成排的遗物暴露出来，排列规整，数量惊人。随着工作的推进，大墓的细节逐渐清晰起来。孟姜村三号墩大墓的墓道朝西，长约10米，宽4.6米。墓道与墓室之间存在一个宽约4.8米、长约6米的甬道。甬道分为两层，高约1.6米。根据目前的保留形态，队员们推测，当年墓葬下葬的时候，可能存在过木质框架，这样才能留下今天可见的烧土结构遗迹。在三号墩墓道中间位置，人们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坑，长约2.3米，宽1米，深3.3米。坑内没有发现随葬品和尸骨，只是在填土内发现了印纹印陶残片及玉片残片。因为这个坑正好处于甬道至墓道的交界处，考古队员判断这有可能是殉葬坑。如果是这样，这意味着三号墩大墓的等级应该很高，因为商周时期的墓葬只有高等级贵族才能拥有殉葬坑的形制。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孟姜村三号墩大墓里的原始祠摆放极具特点，大部分成组分区堆放，造型精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器物的摆放位置都是比较有规律的，就是在这个中间，这是中部位置，中部的这个大坑，在中部的这个大坑边的两边，左右两边，它摆放了这么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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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器物。然后在整个这个大坑对面，就是这个东部的位置，在这个大的鹅卵石的一端，它也是集中摆放了100多件这种原始瓷器，还有一些小的石器啊，小玉器，还有一些小的铜器。这一边，一组收纳规整的青瓷小杯子；那一边，四个大罐子成组摆放。两个豆叠在一起，在考古队员看来，这正是器用制度的一种体现，说明在西周时期，渠江区域正处于礼制的萌芽阶段，在器形上出现了带单把的小壶，这种单把壶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虽然孟姜村三号墩大墓盗扰严重，但是考古队员还是取得了丰厚的收获。现在这个墓坑是
通过对扰坑及盗洞内的扰土进行过筛，人们发现了30余件玉石器以及多件原始瓷器，同时在墓坑底部发现了玉石饰品、铜管状器以及多处成组堆放的陶器、原始瓷器200多件文物。这个成果立刻传遍了整个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这次研讨会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顶尖专家之外，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各级居委。真的是，现在即将想建博物馆，金爵因为一直要到滇国，要用到这个战国到西汉，他们怎么起源的，也是我们一直关心的这个问题。再加上这个孟姜村的这几个墓的这个原始瓷，这样的一些材料，这个因为我们浙江整个南方地区这个陶器或者原始瓷的编年，相对来讲在过去来看是比较成熟的了。这人我觉得这次发现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发现，有的比较重要的这个学术意义。2020年12月17日，衢州市衢江区西周土墩墓群的研讨会召开，与会的专家认为，这次的考古发现，不论是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还是土墩的营建方式上，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足以证明以衢江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历史上存在独特的区域文化面貌，应是一个单独的区域文化中心，存在一个明确的古代政治实体，也是越地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呢？根据《益州书》《国语》《吴越春秋》等典籍中，于越纳孤妹真，西至于孤灭。至于孤妹的文字记载，商周时期在江浙地区的西部存在过一个名为孤灭的古老族群，但是关于孤灭的详细信息，包括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史书上却没有更多的记载。历史资料显示，古代逾越族群的区域分布在越王勾践时期，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也证明了历史记载的准确。典籍《越绝书·祭地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越故界，浙江至旧里，南孤墨写干。孤墨今大墨，这个大墨就是专家所指的西界，也就是孤灭。西界在哪里？一般来说后面是谁？史书上有作注啊，他是作注以后说是孤灭，就是现在的那个就泰墨、大墨，或者是大墨，其实有时就近说是近的是轮丘也好，有人说是现在的轮游。其实按照一个大的方向来说，泰墨呢、大墨呢，或者是就是它其实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衢江，还有开化、江山，包括江西的玉山，都属于这一块，包括海拔，当然包括冷油，肯定也是属于这里边。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一块区域啊，它可能就是也是在就是泰墨的范围之内。所以说从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些高等级贵族墓葬来说，它可能就是更加印证了孤灭的地理位置可能就在衢江和衢江这一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吧。商周时期，在今天浙江地区的西部存在一个名为孤灭的族群。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综合分析，衢州市衢江区区域应该就是古代孤灭国的所在地。那么庙山间和孟姜村的这几座大型土墩墓是不是就是孤灭国国君的墓葬呢？人们期待着能够有新的发现来佐证这一猜想。
2021年，新的工作年度又开始了。这是考古队驻扎在孟姜村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的春季，浙江地区的雨水特别多，时常还伴有极端恶劣天气。每逢此时，考古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在停工的日子里，考古队员们也一刻没有放松，他们利用这个时间进行文物修复和图纸绘制，制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思考在发掘过程中碰见的疑惑。这就是野外考古工作的日常，既有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也要忍受日复一日的枯燥。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孟姜村一号墩大墓。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号墩的人字形椁已基本揭露出来，长约14米，宽约7.5米。也是感觉就跟我们这一样，比如说海明的话，它放放下来。我们这边有一个活扣，活扣挂在那边了，就利用它这个杠，也是一个类似于滑轮那种嘛，就吊起来，然后从上面再滑过去，滑过去从那边再滑下来。加油，上给木。放下来，对对对，卡了点这边，卡了点这边，往北卡，往北卡。好好，再往这边啊，再往北来一点。为了更好地保存下遗迹现象和古代信息，考古队决定对墓葬中的木炭层打包提取，转移到实验室，再进行精细发掘。2021年4月29日，这是令人激动的一天。在孟姜村一号墩大墓的墓坑东南角，有一点绿绿的迹象露了头。执行领队张森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可能是一件青铜器。很快，在他的旁边又发现了一件石器。这时，考古人员意识到墓底可能还会有较完整的文物出土。为了不对文物造成损坏，考古队要求每个人手中的铁制工具都换成自制小的竹签，一点一点往下发掘，每天按照3厘米的进度向下清理一层，关键节点要拍照画图以及三维投影，记录下详细的工作平面情况。大概距离墓底还有35公分这样，然后我们在刮平面的时候，就其实就是在东南角就发现了有一点绿绿的迹象露头了，然后后续我们清理是一件小型的可能是铜器，然后同时在它的旁边我们发现了一件石器，是类似于一个石球，是那个石球打磨得非常光滑，刚出土的时候还以为它可能是某种食物，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石器，是一个石球打磨得非常光滑。在孟姜村一号墩大墓预留隔梁的西部，人们发现了一件非常独特的石质器物，材质特别光滑。考古队员判断，这件器物应该对墓主人有着特殊象征意义，它的作用可能类似于权杖。除了这件石器，在隔梁往西的区域，人们没有发现其他的随葬品，反而在隔梁中部往东的区域，接连出土了几组玉珏，单个的玉器多达上百件，材质包含了玉石和水晶。在往东清理，队员们发现了一件看起来显得萌萌的玉脸扣，但是尽管随葬品出土不少，他们的出土位置却显得杂乱无章，难以辨别出分布的规律。除此之外，孟姜村一号墩墓坑内的清理工作也充满了困难。墓底不仅有朱砂与相同颜色的漆皮混杂其间，甚至还有腐朽后的木板和兽骨混合在一起。在用竹签一点点剥离剔除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不仅要分辨和清理出这些遗物，还要时刻注意可能出现的丝织品痕迹。
当清理工作进行到墓地的时候，考古队员还是没有找到棺椁的迹象。经过绘图拍照，确定了随葬器物间的层位和相互关系后，在专家的指导下，考古队对一些重要区域套箱提取，运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发掘清理。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那个神秘的孤灭古国逐渐浮现在渠江之畔。这里的古人们依水而居，以舟代车，断发纹身，击鼓占卜，凿齿欺牙，洗石革背，这是一幅几千年前的生活图景。他们借由考古队员的辛勤工作，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持续四个年头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时此刻画上了一个句号。接下来，考古工作者还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当地的向导，没人能够走出这片密林。高山、峡谷、河流，还有潜伏的猎手，但一场大雨却从地下冲刷出一些奇怪的东西。雄壮的大牛聚脚前身，护卫着身下的小牛。一边是圆瞪的双目，一边是欢欣的舞姿，两种情绪竟然同时出现在一把剑上。还有铜漆上的小鸟，狼牙棒上的小狗，铜镯上那两只可爱的小狐狸，他们都来自云南玉溪李家山。实际上呢，是我们在没有史书记载的这么一段历史啊，对我们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精湛的工艺，不计成本的铸造，彩云之南闪耀文明的曙光。无论是商周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或者是一会今后的这个滇的青铜器，后来的所有的青铜器的这个中心，就是围绕着整个中华民族为中心。一个古老王国的消失，遗留在26个民族身上的文化基因，它也代表了当时就云南今天的这个多民族的这个一个格局啊，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而它有一个传承演变的这个关系。一切的一切还要回到1971年的那个秋天，从张增奇的这篇日记开始。停顿数年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又开始恢复了。此时我们首先考虑要做的事情，就是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发掘工作。于是我和同事王大道于8月底先去了一趟墓地现场。在王大道的记忆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有温泉，李家山下的村落被称为温泉村。地下除了会冒出温泉，还会在大雨后冒出一些画着符文的金属碎片。下雨啊，那些冲下来的，冲到表面，然后他们农民捡来就埋在那个供销社。面对这些奇怪的金属碎片，供销社也无法判断，只能按废铜的价格进行收购。
而刚刚到达此地，负责勘察的张增奇和王大道在路过供销社时，从墙角的一堆废铜里发现了一件古董。如今50多年过去，这件国宝就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中。这把剑叫猎手文铜剑，卖了我们就去到供销社去把它又买回来，又买到博物馆里，那就保存到，就是这个是收集器物。双目圆瞪，夸张的大嘴露出一排尖牙，相同服饰的族人为此翩翩起舞。当地村民对于这些诡异的纹饰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然而随后的闲聊中，两名考古队员意识到，这把青铜剑只是李家山众多文物的冰山一角。来不及喝上一口水，张增奇和王大道上山了。我给张增奇两个到山顶看了一下，又到山坡上看了一下，找到了一些青铜器，有铜剑、铜矛啊那些，然后用平头船那些戳了一下那些梯地上的木，那个看看。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样进行分析，两名考古队员一致认为，山顶的土层结构极为特殊，似乎地下掩埋等级很高的墓葬，并且不止一座。他们的埋葬年代超过了1800年。后来我们就回来把这个情况给云南省博物馆的领导汇报了一下，汇报一下就决定1972年进行发掘。正是这个决定，让一个消失千年的古老王国被世人重新提起。古滇正在从李家山慢慢苏醒。当时从昆明到玉溪100多千米，从玉溪市区到江川又是几十千米，李家山还在城外的村里。1972年，负责李家山考古发掘的考古队员们走了整整2天。我们当时下去了嘛，是自己背到行李了嘛，有5个同志，有那个张增奇，我还生态处熊英，还有个张云康，我们5个组成了一个发掘队，背到背包了嘛，然后住在下来，在住在农民的家里边。借助微弱的灯光，张增奇记录下了第一天的工作。发掘工作初开时，我们采用大面积暴露的方法，将山顶这块平地所有墓葬之上覆盖的耕土全部除去。山上土质疏松，一遇大雨，修好的路就会再次破损。今天上山同样不容易。最后的一节路只能步行。
当地文保部门已经对整片区域进行了防护，杜绝了可能发生的意外。面对曾经发掘的墓坑，回忆也渐渐清晰起来。哪里二十一的哥？二十一在这边。二十四在这儿。最大的一个是这个二十四号。啊，什么最大？东西出的最多了。那喊了一民工刨，全部刨，把山地刨平，把坑头才拿掉，拿掉以后呢，活水。水还是没得水，没有水了，人家挑来的。我叫刨，挑来了。哦，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个风太大了，春天嘛。山顶上什么都没有，靠着人背肩扛将水运到了山顶。而好不容易运上来的水立马铺洒在发掘的土层上。撒完以后刚好太阳没，就是太阳这个躲进云彩的时候，你就赶快看。一看，哎，它那个生土和冻过的土的颜色就有明显不同了。冻过的土的那种就是所谓五花土，没冻过的土的颜色偏黄一点。生土致密，吸水性相较于五花土要差很多，即使过了很久，这种差异依旧很难掩盖。依靠这个方法，考古队员在李家山顶部及西南坡准确定位了27座古墓。发掘正式开始了，刚开始的50厘米推进很快，然而随着清理的深入，填土却变了颜色。发现这个土色有点发黑了，为什么黑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用棺木的，这个棺木啊它碳化，所以你快到接触到器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考古队员一块一块的清，尖头铲、平头铲，如果发现器物了，就要用那个竹签，用竹签一点一点一点的清。考古需要极强的耐心，发现文物的同时还需要记录精确的数据。就用那个这个麻线嘛，就把经纬线拉起来，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图纸坐标纸开始画图。一边清理一边记录，五个人负责27座墓葬的清理，任务极为繁重。此时 M24 号墓的填土同样显露出黑褐色，王大道手上的动作变得极为小心。忽然竹签明显探查出土层中的异样，压到在土地上压到的，所以说还是水的比较严重，牛角倒是还是比较清楚的。顺着牛角的走向继续清理，越来越多的信息显露出来。24号墓呢是这样的，那个是王大道先生在那负责，我们就跑过去看。啊，我一看那个，出了一个，这个牛头啊，这个牛头那么大的牛头。此时，五名考古队员以及温泉村1000多户村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到来。这个牛头图案呢，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最重要的一件，
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铜牛图案的话呢，有两条，一条大牛，一条小牛，一个相结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需要四处借展。主角不在，但在云南却到处都有主角的影子。博物馆里的复制品，文创商店里的工艺品，但回到1972年李家山的考古现场，牛虎铜案出土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水的比较多，盘面水的最严重，然后我这后边的腹也水了。牛头保持的比较完整，小牛还是比较完整的，还是。啊，回来呢，我们还因为你斗不起来嘛，把它凑不起来了，就把它放在地下这边随便支了一下。哎呦，我们说这可能是一件大器物。这是他时隔1800多年后的第一次亮相。布满全身的沟壑是曾经的断裂，修复没有掩盖真相。站立的大牛，牛角飞翘，并且在背部做成了一个平面，四足成了案足。中空的腹下，横着一只体态较小的牛，神态悠闲。牛头硕大前倾，而尾部的猛虎张口咬住牛尾，将欲崩之势平衡了下来。一件国宝就此重生。一前一后，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统一。而它的出现几乎代表了当时青铜铸造的最高工艺。牛虎铜案由模范法铸成，制作时各部分被分开铸造，后合为一体。浇铸时，工匠首先将提前铸好的牛角、牛耳等部件嵌入范内，后将锡铜溶液从浇铸孔缓缓倒入铸满铸腔，待铜液冷却后打碎模范，取出铜器，最后进行铸接修整，使铜案各部分合为一体。云南的青铜器就是无声的史书，或者是叫做凝固的史书，就是它通过自己的方式记载了这段历史，而在其他地方这段历史是不可能被记载的，也没有办法记载的。所以说云南这是云南青铜器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这是 M21号墓的平面图，除了墓室塌陷造成的挤压外，几乎从未受到过破坏。这样的结果源自一种古老的防盗术。熊老师带着我挖的，因为这个墓边啊非常清晰，挖下去，我们想着墓不大，因为它这个宽度不宽嘛。想着，但是怎么越挖越，这个越深，挖着挖着下去，想着，哎呦，会不会有墓啊？那个时候都有点怀疑了，已经挖到2米了都没有，挖到3米了还没有，但是看那个土色还是那种五花土，哎呀，那么还是挖吧，继续往下挖，一直挖到4米多了。黑土层才出现了。没错，最简单最有效的防盗措施就是深埋。因此 M2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占大多数的就是兵器。最后经过清点，这个宽度仅有1.5米的墓中，竟然出土11件铜矛、5件铜戈、7件铜斧，一把把青铜剑甚至组成了剑阵。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这些兵器无论是大小、纹饰还是使用方式，几乎与中原样式如出一辙。李家山的这群墓主人是谁？1972年，张曾祺、王大道、孙太初、熊英、张永康，这支五个人的考古队还不知道答案。太多的秘密，太多的未知，还埋藏在李家山上。古老的墓葬，等待着他们继续探索。1972年4月，当发掘推进到 M18号墓时，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发现，填土中有一处不同。这次与众不同的发现出现在了张曾祺当晚的日记中。墓内随葬品中有一件女俑杖头铜饰。我们在墓坑中先将其头部清出，见其长发披肩，随口说：“啊，这还是个女的。”岂知在墓口看热闹的群众，一听说是个女的，便到处轰传。发丝低垂，披在后背上，耳环甚至比耳朵还要大。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放在膝部，系坐在一面铜鼓上。后来，考古学家终于给这个女娃娃起了一个专业的名字——女俑杖头铜饰。权杖代表着权力，女俑就是权杖上的装饰。在古滇国，这位墓主人拥有一定的权力。女俑杖头铜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兴奋异常，可接下来的发掘却着实难坏了他们。这是1972年李家山 M24号墓葬的平面图，图上这一排细碎的圆点其实是一颗颗小圆珠。清理也是比较难，因为它是那小竹竹来串起来的噻，串起来那些线一腐化了，就是小竹竹一个一个的，噶有些是分开的，有些是在一起的，所以不太好清理，所以说清理的比较慢，缓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珠子？它们是什么？越是小的文物，清理越要仔细，细微的移动都可能造成最后的误判。每一颗珠子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准确的记录，不然的话将来就很难复原，很难复原它在墓里是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图纸上标的照下相来的都很清楚，都很清楚，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种科学的这个方法，必须要这样。作为第一手资料，考古现场的数据是研究的基础。记录完成，提取开始。因为这个太小了，有些有时候呢就是把土拿掉以后呢，我们还要求这个民工呢再筛一次。褪去泥土，清理之后，这些不起眼的小珠子竟然散发出不同的光泽。它有芦松石，有玛瑙，我们拿去发掘。对，把这三串串在一起，三个串在一起。哦，那这根线够了，啊，用这根线串吧。好的，还带着泥土味儿。穿珠成串，
连串成面，这其实是一床被子，一床由多彩珠宝穿成的被子，它的真正名字叫珠被。视死如生的藏俗从中原到西南一脉相承。1972年，李家山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很多，因此云南省博物馆对其进行了严密科学的保护。参观的人可以隔着玻璃去感受古滇国的神秘，但人们总会在一些器物前驻足，它们器型不大，也并不精致，只是它们怪异的造型，有的像没有毛的大号牙刷，有的像一个大大的工字，有的就是一个装饰简单的铜片。然而对于这些器物的困惑，其实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它至少是一个工字形器，还有那个像个刷子一样的那个，还有那个绕线板。无法判断用途，定名也只能依据形状，这既不利于后续的研究，也让负责发掘的考古队员十分着急。但发掘并没有停止，很快 M11号墓出现了这样一件器物。这件器物的顶部是一只站立的雄鹿，回首张望，奇怪的声音来自下部。考古队员意识到圆柱形的铜柱内可能暗藏玄机。声音是针撞击筒壁发出的，这其实是一个针筒，青铜造的。它的主人想必是一位古滇国的妇人，针筒是他生前的随身之物。此时考古队员来了兴趣，有针就有线，那么能不能找到线呢？很快一件特殊的青铜器出现了，盖子上立着四头小牛，一头大牛，向前伸出的犄角表示着它们的雄壮。刚好那件东西啊，我们这个在现场的时候呢，就这么挪动了一下，搓，慢慢搓的是，竟然就动了。动了后稍微打开一看，哦呦，蓝颜色的，绿颜色的，那个线很清晰的，就是线，绕起来的那种线，一条一条的放在里边，而且这个颜色非常鲜艳。哎，后来说啊，赶快关起来，还是把它盖起来吧。有机质的丝线并未腐朽，甚至保留着原本的色彩。而针和线的出现，也彻底解开了困扰已久的谜团。这组奇怪的青铜器，其实是一件古老的织布机。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动物很多，但牛几乎每座墓都有。随着清理的深入，牛越来越多。就在这时 ，M24号墓坑中出现了一只小牛。小牛并不奇怪，但小牛下的器物却吸引了张增奇的注意。这一段巧合也出现在了他当晚的日记中。M24号墓有很多牛，大牛我们发现了牛虎铜案，
我们还发现了一件很小的牛。小牛站立在一个圆滚滚的青铜器上，不像是兵器，也不像是农具。就在众人不解时，一直研究云南民俗的王大道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云南少数民族都用，还在用的噻，用葫芦神，那个跟少数民族用的差不多。1972年，李家山的发掘往往持续到天黑，但吃过晚饭，由于放心不下来不及提取的器物，五人常常结伴上山巡视一遍。恰恰这一遍巡视，至今让人难忘。有一天晚上嘛，不是那个我们收工了嘛，收工了嘛，回去。后来又吃了饭，吃了饭又上山去检查看一下，噶看看工地，结果就看到一个人站在那个铜鼓上。铜鼓上的黑影跳下来了，而且径直朝他们走来。他跳下来跟我说，就跟我们说，他说：“哎，你们在这儿挖铜吗？我还不是东川铜矿的噻。”我们还是挖铜的噻，我们都是同行的嘛。我们说这个是文物，才给他解释了半天，喊他不睬不得。虽是虚惊一场，但五名考古队员立刻意识到，必须加快清理的速度。文物多暴露一天，就多一天危险。就这样。考古队员把家从李家山下的村子里搬到了考古现场。1972年，云南玉溪李家山，考古队员忘我的工作，让发掘时间变长了，工作进度也更快了。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在 M11号墓中有了新的发现。那么，当初印象最深就是那个勺子，那个勺子还挺大，那我有那么大的勺。扫去泥土，出现的是三角齿纹和点线纹组成的条形纹饰。一把长柄铜勺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随后出现的景象。而且上面还蹲着一个人，啊，这个勺的这个勺把是个顶端，还蹲着一个人，啊，我就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裸体男子，双手抱膝，聚坐在长柄的顶部，像是在休息，又像是在思考。这件造型奇特的铜勺，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带着疑问继续发掘。又是一个铜杯，腹部平直，只有口部向外微敞，是为了方便喝水吗？但顶部的立牛又似乎有些扎嘴，这会是什么呢？又是一头牛，一头妨碍直接饮用的牛，只不过下边的容器多了一些变化，喇叭形的高圈足，为了好看还装饰上了一只鸟，线条纤细刚劲，但依旧没有使用说明。那也就是一两个人在那儿弄噻，两三个人，所以说不太清楚，当时也不清楚嘛，就写个叫什么名字就行了。1972年五月，发掘终于结束了。离开前的最后一天，领队张增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李家山墓地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
等各种随葬品1700余件，闻名遐迩的牛虎铜案、虎牛鹿铸背器、传闻铜鼓及崇寿文铜臂甲等重要青铜器，就是此次在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这么多珍贵的器物和那个神秘的古滇鼓，在那一年轰动全国。但当年参与考古工作的所有人却只留下了一张合影。那一年张僧琪35岁，王大道33岁，孙太初48岁，熊英42岁，张永康21岁，他们正年轻。在丽江上矿就刚刚是差不多33岁吧，然后慢慢慢慢一下个就过了那么差不多50多年了个，很快，反正觉得一下就过了，还没觉得没过够呀，一下就80多岁了。这是一代考古人的奋斗史。通过他们的发掘清理，无数的文物成了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国宝级文物，也让李家山成为古滇王国中心、古滇青铜文化源头。现在想想呢，就是真的，李家山的应该说是我这个从事文物考古的第一课，所以到现在呢，我都非常这个怀念这些教我的这些老师们，特别是张真奇先生、孙太初先生和熊英这三位已经做古的老同志，现在是非常怀念他。1972年的发掘并没有多余的胶片，为5位考古队员拍一张合影。今天借助现代的影像合成技术，我们试图弥补这个遗憾。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参与这次在线拍摄的演员是玉溪市江川区的考古文保人员。50多年后，又一群人在相同的岗位上奋斗着，热爱着。